生唱完女生唱，接下来我们欢迎洪佩瑜带来的歌曲《四季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洪佩瑜。听说今天是男女 PK 赛，虽然很紧张，但是我不想输给男生，所以呢，我请了我的姐妹们来帮我助阵。臭男生，你们等着，我一定赢的。细的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，是另一个自己，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。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，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声音。掌声鼓励，谢谢洪佩瑜。好，我先来讲一下那个蔡东鲁。哇，蔡东鲁真的是，我觉得你进步真的很多，就不管在技巧、自信，在唱歌的这个诚恳度上面，我觉得你真的做了非常大的改变。跟你当初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你唱歌就会有一点油的感觉，我觉得现在几乎是没有了。我觉得今天你真的有几句唱得很棒，我很喜欢你一刚开始进来那个安排的战局。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。我没有坚强的防备。其实我刚刚讲说诚恳，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声音变得比较结实，不会像以前的声音，就是声音会比较薄。我觉得你就是现在的声音听起来就比较扎实，所以很多气声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很清楚可以听到你的技巧之外呢，也可以听到就是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感情。OK，
看你的舞蹈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就是感觉上比较临时抱佛脚，但是我觉得最后的那个破网而出呢，非常让人的印象深刻。我觉得你今天表现非常精彩，很棒。那洪佩瑜呢，我怎么听都觉得这个歌比较像是演唱会中间的歌。 OK， 当然就是说可能就像你刚才讲，就是说别人可能都会选快歌来当作开场，可是你却 OK 就挑了这个慢歌。但是我还是要讲，你今天真的唱得很棒，除了 A 段刚开始进来的那个有些低音的部分呢，有一感觉上会有一点低不下去感觉，我觉得你后面越唱越棒，特别是副歌，我觉得就是把你那种洪氏情歌的唱腔完全发挥到淋漓尽致，非常的棒。谢谢老师。这个东吴虽然跳的不是很好了，说实在的，但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还蛮有戏剧的天分哎。我觉得你那个一开始把两位拨开走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眼神的那个感觉很有戏感。我觉得搞不好以后你真的可以去演戏。可是我更喜欢的就是你今天的声音。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今天声音，有一种松松的声音，然后带着抖音，而且没有抖很多下，抖一两下就停住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很好听。然后洪佩瑜呢，因为这首歌呢，我感觉上其实你的唱功绝对是没问题，因为我给你很多次九分，但是我今天没有给你九分的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我觉得不是你的唱功，我觉得是因为这首歌，我认为它不太适合翻成中文来唱，因为这首歌翻成中文来唱，整个那个流畅度还有那个转音都变得很卡，所以那歌词跟这个旋律的结合，我觉得因为我们对原来的那个原版本印象太深刻，所以就觉得原来是可以游刃有余的，可当你来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我听到你内心的部分，你内心情感很清楚，可是我期望它是你第一首歌，你是不是游刃有余很有张力，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不见了，但你还是唱得很好的了呀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好，第二组到底谁可以直接过关呢？我们从蔡东儒的分数看起，请下。今天两位老师给的评语都非常的好，42.3。谢老师。谢老师8.5分。洪佩瑜，加油，请下分数。真的遇强则强。容中豪、王静涵彻底释放，沸腾全场。Super Idol 到底谁可以直接过关呢？我们从蔡东儒的分数看起，请下。今天两位老师给的评语都非常的好，42.3。谢老师。谢老师8.5分。洪佩瑜，加油，请下分数。真的遇强则强哎。4.4。OK， 恭喜洪佩瑜过关。谢谢。好可怕哦！我好多忘词哦。可能是我自己也给自己太多压力吧，我想。欢迎美国的